一具死胎竟活到了12岁，还活蹦乱跳的到处冒险。这天，全国最高阶的炭窟者奥森揭开了真相，全靠来自地狱的免除诅咒之容，即使是一块猪肉，放进去也能生龙活虎。不过3小时后就会变回不会动的猪肉。向立可这样能活12年的仅此一例，奥森突然问道：“你会不会突然不动了？”看着奥森讨厌的问法，立可的好友雷格出手阻拦，双手射出缠绕奥森，奥森轻而易举的扯开，接着瞬移过来抓起雷格，直接猛摔到地面。 砸出的5米宽的大坑，立刻想上前别招火葬炮。谁知奥森的力量这么大，轻松控制炮口对准立刻。雷格赶忙用力一脚，让炮口转向，避免伤到立刻。雷格再次缠绕后头锤攻击，顺利击退了奥森。而奥森顺手穿上了战甲，接着如抓小鸡一样把雷格抓在手上。他俩的希望火苗。画面一转，奥森将雷格掉落的零件装回，原来这只是一次实力测试，很明显这两人不合格。奥森准备对其进行生存训练。